接下来呢，我还有歌曲要分享给你们。接下来分享的五首歌，包含了我们泰雅族在怀念的祖先的时候会唱的怀念歌，还有一首歌大家一定都听过，有没有听过 Amazing Grace？ 有没有听过？举个手一下。哦，我们都听过，但是金马博物馆换了不相信，因为啊会加入布农族的语调，大家来听看看哦。Amazing Grace 加上布农族的古调融合起来，一定会让你印象非常深刻。还有一首呢，大家听到应该都会小小流下眼泪，那就是《福尔摩沙卧流海》。这首歌大家耳熟能详，等一下可以一起来听听看。还有最后一首，就是我们泰雅族的心情歌。这首歌告诉着我们泰雅族的青年们，你们要努力的耕作，而且你们要有自信，不能够忘记自己是多么的骄傲，以身为台湾原住民为荣。接下来欢迎他们演出。Thank you.
计，没有重大的排场，更没有昂贵的器材，只有一颗想要跟你分享台湾原住民之美的心。阿伯阿姆，你们怎样？你怎样？我们非常用力的在传达我们的文化，非常谢谢你们这么用心的心理神会，再一次谢谢你们。片段呢，刚刚已经有很多人在跟我打 pass 了，一直很想要认识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穿这么多不同族群的衣服。好，大家现在准备好喽，等一下就是一个教学时刻，会教大家很多族群非常好玩的问候语，大家一定要好好学，顺便来认识一下我们是谁，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就从我们的音乐总监开始。大家来。好，台湾族的问候语，不管是屏东还是来自台东，问候语都叫加巴加百，来学一下，我们一起说加巴加百。大家好，加巴加百。那我是来自屏东，对不起，我是来自屏东三地门乡的台湾族，那我的族名叫做巴包尼。乖嘞，都跟着去学。爸爸你，那爸爸你的意思就是说最好的，就是应该是说第一名都叫爸爸你。可是哦，男生不能取哦，只有女生可以取这个名字哦。有的族群名字是男女可以 共用的，可以都可以取，但是台湾族爸爸你这个名字只有女性可以取。那我这身的服装呢，蓝色黑色为主的，其实就是早期台湾族社会当中平常的生活服装，工作或者是做事情，去山上去田里都是穿这样子的颜色为主。那我同样戴花环，是因为为了演出，所以有戴上，还有的像我们的琉璃珠，我们的象征的琉璃珠。那这个耳环呢，只有未婚的女生可以戴。那我真的是未婚哈，我真的是未婚 ，I'm single， OK 。然后这个不是为了漂亮哦，这个花呢，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会用新鲜的草或者是花，是为了什么呢？屏东有没有去过屏东？很热，对不对？哦，很热。那所以我们村民呢，族人呢，都会拿那个花草戴在头上，是为了什么？降温哦，它是有功能的，是为了降温。好，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我的台湾族名字叫阿瑞，阿瑞是资深美少女的意思。对，我是那个屏东县的，他是北台，我是南部台湾族哈，在这个靠近垦丁的地方哈，在狮子乡。那我刚吹奏那个鼻笛哈，在我们台湾族的传统故事是说，台湾族的守护神是百步蛇，那百步蛇，发出的声音就好像鼻笛那个很哀怨、很低沉的声音。那什么时候百步蛇会发出声音？是在天灾来临之前。那老人家听到这个百步蛇的声音，就会马上逃离到安全的地方。所以现在吹奏鼻笛有一种祝福庇佑的意思。那希望我们今天从台湾原住民16个族群带来的歌舞，也能够带给在座的每一位爱台湾、爱台湾的每一位乡亲朋友，能够给你们一个美丽的祝福。谢谢。来自桃园县复兴乡，那是一个非常娇小又可爱的牧师，也在台湾是从事牧师的工作。那本身泰雅族有两个很重要的图腾，就是这个菱形，它代表的是主灵的眼睛，它代表的是你的责任，对生命的，就是对自己负责任，不管做任何事情，你必须要有态度。那还有就是这个线条，它代表的是主灵桥，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过程。当我们对自己有态度，你就会通往主灵的那一端。因为每个人死都会自己的过程。对太阳族来讲，我们并不怕生死，很重要的是活的态度有没有活出生命的美好。那在这次的有机会能够重返到这个地方，其实第一次是15年前，
我们第一届南湾合唱团有来过这里。那除了来分享之外，其实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这次会想要来是想要来看我的好朋友，他也在这边，他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福音歌手，但是嫁给外国人，留不住他了。所以呢，我们请 Libby 起来一下好不好？ Libby， 欢迎。歌手善用原住民的歌手，他非常的厉害。那谢谢你们，让台湾听众来欣赏。马鲁苏，我们是跟那个 Libby 一样哈，我们是同乡的，而且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一个教会哦。我非常的想念他，已经太久没碰到他了，应该有十几年、二十几年有没有？我原来在美国才碰到他哦，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好，我们是花莲泰鲁格族，你看我们穿的都比较朴素，有没有？就是泰鲁格族。如果是有去过泰鲁格的话，我们家里就在那个附近哦。好，我的名字叫苏丁 ，Sergio。苏丁是我的名字 ，Sergio 是我爸爸的名字。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做杨明丁奖，杨明是我的名字，然后丁奖是我爸爸的名字，我也是来自花莲泰鲁格族。谢谢。哎吼，这是阿美族的问候语，在又可以跟我说一遍吗？哎吼，用这句话到那个花莲、台东一定没有问题，就可以吃遍全天下。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阿美族分布在花莲跟台东，然后因为在东海岸，所以会比较炎热，所以呢，阿美族的衣服就会通常是比较偏向于红色，代表热情的。那阿美族的名字呢，通常都是吃的，像我的名字也是吃的，他的名字也是吃的，只要跟吃的都是阿美族的名字，所以我叫板奈。板奈就是美丽的稻穗的意思，所以跟我的人一样漂亮美丽。谢谢。好，那我叫独孤。哎，独孤多一遍，独孤。独孤，不是独孤哈。哎，好，我是花莲阿美族，花莲有去过吗？有花莲人吗？好，这个服装呢是阿美族男孩子勇士服装，然后这是情人带，情人带是在丰年祭，知道丰年祭吗？啊，丰年祭的时候就是有女孩子如果喜欢的男孩子会把东西放在这男孩子的袋子里面，代表那女的喜欢这个男的。他放的东西呢，通常都是会放槟榔，槟榔知道吗？啊，对对对。我喜欢女的。好，好，然后我叫独孤，跟我念一遍。好，阿赖，阿赖是谢谢，哎，对对，谢谢，好，谢谢大家哦，阿赖。沙宝，我是来自屏东县三地门乡的卢凯族，问候语就是沙宝。那我的原住民名字叫马勒巴勒巴，买勒。Love love 就是马勒布勒布，意思就是美魔女的意思。没有，那不都是美少女，我要当美魔女啊。那我这身衣服呢，就是我结婚的衣服。对，我已经结婚了，但是呢，我还是把它穿出来给你们看。这是我外婆一针一线缝上去的琉璃珠。那这个呢，就是未婚的时候才可以戴的披肩，还有羽毛。对，后面的羽毛这都是未婚的时候才可以戴，因为我们要在围舞的时候要展现最美的一面给男生看才可以挑选。那已婚的呢就不用这么花枝招展了。那还有贵那个我们有分贵族跟平民，那我们的服饰呢也看得出来是贵族还是平民，就是我们的图案，羽毛、百合花还有桃符，这就是贵族的身份才可以戴。那头上的羽毛也是。就是因为我本身是贵族，谢谢。I'll view view you. I'll view view you.
大家好，我是来自嘉义阿里山周族。有没有人都知道阿里山哦？最漂亮的地方。来，我的原住民名字叫亚巴苏尤努，意思就是一点点帅，一点点而已。因为我们的周族比较含蓄。我这一身穿的服装就是我们重要祭典的时候头目所穿的服装啊，这一些都是真皮，都是动物的真皮哦。还有这个那个阿美族，还有情人带哦，它的比较大，因为它比较花心。我们周族哦，比较小就单一，就当这个一个就好了，一个就好了。好，谢谢。我叫牛尼少，我的名字叫少啊，少的意思是一点点胖。现在我住南投，现在在一个教会啊担任牧师啊，这个布农族有穿裙子，表示已经已婚有两个孩子的爸啊。以前还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是在那个东岸，礼拜。Libby 的家，他的房间是我曾经住一个学期哦，所以看到他也非常的快乐。那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啊，能够来到当中，透过啊原住民的音乐来祝福啊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啊，大家好，我叫鲁莽，鲁莽，鲁莽，啊，不是鲁莽哦，鲁莽啊，莽哥哥是我们的家族的名字，莽哥哥 ，OK。所以我们其实我们原住民布农族的名字跟外国人一样，我们姓氏是在后面的，所以我要介绍我自己要叫做鲁莽莽波波 ，OK。好，我来稍微介绍我们的服装哦。其实我们布农族只有这个长背心，那因为我们为了要在山上行动方便，我们其实只有遮羞布，就是一块布挡着。那土石流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所以那时候在南投发生土石流，我们几乎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到底用我都不知道。那因为我们的布农族比较有肩膀，我们的口袋，他们的刚刚说是专情，然后又情人带，我们要照顾我们的阿嬷、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姐妹，所以我们的口袋比较大一点。这个真的是放火，就是我们的口袋以前可以放火种、打火机之类的 ，OK。然后呢，后面来桑牧师。这个是我们的百步蛇的图腾，传说我们是跟百步蛇借这个图案来的，然后忘记还，所以然后转回来，好 ，OK， 好。那因为我们布农族主居地是在南投，也就是台湾的中央，那你们以后看到我们两个站在哪里，中央就在哪里了。谢谢大家。非常辛苦，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蔡金贵教授在哪里？蔡金贵教授，还有我们的蔡师母，他们都在这边拜了，还有我们的欧命维拉牧师，大家都不在，反正呢，我们这一团呢，就是由他们非常辛苦的带领我们，从休斯顿开始，一路这开车，在我们把我们当做小孩一样照顾，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还有一个，我一定要帮他介绍一下，那就是大家等一下有看到一个非常帅气、非常厉害、拿着专业摄影机的，他就是我们国际摄影师大师，我们的大桃。大桃在哪里？有吗？后面？哦，那边。意思说哈，一直单身嘛，有杂波哈，也再给他介绍一下嘛。OK， 好，那我们团员呢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个十分钟，喝口水，慢慢咀嚼一下刚刚的歌。等一下呢，我们再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联名小店。大家休息个片刻，十分钟后我们马上回来，谢谢。